是当时的记忆力大约都用在了波算上面。当他们熟悉的栏杆，不是哥看到这个栏杆你不想再翻一次吗？栏杆干啥？里面啊。好、哦、像什么呀？好、哦、是吗？张小贺爬吊床怎么也爬上去。我看到了什么？似曾相识，似曾相识。好恐怖啊！不要看啊！不要看！要不然你心理建设都白做了，多亏呀、啊！白做。这趟恐怖之旅，乔治来了。乔治会拿着他的那把刀砍他。好吓人！好吓人！他自信点儿。